其实对我而言，听不听是我家的事，我也不会受到社会压力。有些时候就是我们俩意见不同，那这是我的中性行为，你不要来管我，我没有伤天害理，也没你干嘛来劝我呢？所以我常常的态度，我都是面带微笑说好好好，但你知道我心里想的就是我虚心接受，我坚决不改。看了之后，或是到你很多国家去看的时候，你对于小熊的这一些教育态度会不会有什么改变？其实我本来对他的教育态度就叫做没有态度，就是很放任。我看到他是个好快乐的孩子哦。对，我一直觉得就是说，小孩小的时候爱最重要。那如果他成绩不好，我其实是阿德勒心理学的那个敬仰者，只有一件事情，我简单的把。我的好处是可以把学问讲得很肤浅啊，也就是说小孩的中性行为不要介入。什么叫中性行为？成绩好不好会不会影响别人？你说不会。所以成绩好不好是中性行为，那你吐痰在你身上是不是会影响别人？会，这就不是中性行为。所以我管的是他的非中性行为。至于呢，对不起，我在一直在心理学博士面前，因为我不懂，所以我在。至于他是如果说他成绩不好或怎样，他没有影响到别人，那是他家的事，所以我没有陪过他写功课，我都在旁边做我的事情。那除非他来问我说这个字有没有写，然后我不看考卷，就他考几分他的事啊。哇，所以不管他考几分，就算很成绩很差，你也无所谓。我其实有深呼吸，因为你是一个书卷奖的人，什么都考第一名的人。我真跟你说，我从小第一名。对啊，我连练北一女的时候，你去查，我是全校的那个文理组1000多人，我不是我们班第一名，我是北一女第一名。所以我在想说，但是后来也这么没出息，都要看破了。你觉得小孩你到底哪里没出息啦？哦，生气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在做一个我想要的妈妈，也就是事实上假设。你是从小给我爱的，我其实长大之后会经过比较少的坎坷。而如果你说优秀，我也一样会读书啊。那但是如果这个孩子，我觉得小熊功课真的普通，大概跟他爸差不多。哎，又今天被打扰了，其实被 Q 了，他无所谓，就那，所以就说你就顺其自然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也看过很多人念了台大啊。对不对？也不怎么样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所谓优秀的路，你都经历过了。是啊，我们台大法律系，对不起，台湾这么久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他们很优秀吗？好中肯啊！我当时很好奇哦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朋友，而且我真心的很喜欢的。不要再讲碎这件事了。不会，你放心。我在想哦，我一路看着他这样子往前一直前进，我在想说你哪个时候会停下来啊？死的那天。哇，他 never stop， 等我无法呼吸，所以我现在最怕的一件事叫不能动。我觉得人不要得痴呆症跟帕金森症，就你一定要像刘奇伟那天有没有，或王永庆到93岁的，在死的前一个天还在计划明天的梦想，这不是很完美吗？哦、对不对？所以你不会，不可能是停下来，但你也不会把脚步放慢。有人会说可不可以慢一点？对啊，慢一点。我很慢的，很多人跟你讲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了完全了解。别人很多人就跟我说，你这样不会累吗？我说不会啊。比如说你跟我说跑全马，我跑完全马第二天我还在银座逛街、欸、也就是说你不能用你的累来看我。当然还有写稿对我而言，你其实是当我喜欢写的时候是蛮容易的，是，那你不能觉得说你一天写那么久，你要花8小时，也许我花的是50分钟，8分钟是神经病。过动儿的命运就是要不断的过动，一直动一直动才有存在的价值。就像我不能洗碗跟扫地，因为那个重复我受不了，我老公接受就好了。虽然我们派别不同，你是弗洛伊德，我是阿德勒派的，但这跟中性行为一样。比如很多人会给我很多劝告，其实对我而言，听不听是我家的事，我也不会受到社会压力。有些时候就是我们俩意见不同，那这是我的中性行为，你不要来管我，我没有伤天害理，也没你干嘛来劝我呢？所以我常常的态度我都是面带微笑说好好好，但你知道我心里想的就是我虚心接受，我坚决不改。而且你还会诅咒他不是吗？对，因为其实在这个年代你要坚定自己很重要，因为现在网络化时代嘛，太多酸言酸语，你不能打开每天都看到，你就摆到那里去。对啊，林老师，你看你怎么来面对呢？我是大概里面最年纪最长的，我觉得人生就这么一辈子，那么
成功与否有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重要，我觉得活到觉得自己快乐跟满足、那么即便你没有那么耀眼啊，也没有那么样子的多多样的学习跟成就的话，这个都是一个美好的人生哦，真的、我觉得你可能没有什么成就，可是你对于你目前的现状觉得是 OK 的，是好的的话，那么珍惜这样的事情、真的、我觉得人生有的时候去争取也很好，可是另外一方面、真的、你的看破也是有道理的。也很多人呢、对于可能今天听了我们节目之后，他就说我真的今天听了很振奋，我很想做很多事情，很想像淡如姐一样，我很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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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想跟做中间是有一些距离的。很多人会来问我说我想要怎样，可是对对，可是万一我想投资什么，万一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会问我说，那你觉得那越南的政权稳固吗？我问你，问上帝啊，我问你，谁觉得他稳固？那你问蔡英文，他稳固吗？对不对？我觉得很多事情，很多人会说，因为口袋没有你那么深，所以他不敢。所以没有，我刚开始口袋也不深，现在更浅嘛，哈。买太多钻石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人生哈，其实真的只有一次。那对于我而言，与其望着那个滔滔江流，我如果不下去游泳，只是一直在这里怕沾湿我的脚、我会觉得辜负、那你达到你的眩晕，不好意思，我想我的新闻全世界都知道，我老公帮我签过放弃治疗的证明书、我度过了地狱般的日子，比如说为了我要有一个小孩、但我这个人个性很毒，就是我今天要做的事情、我不会回头的、我就是我觉得我追求就是我的中性行为、我想要那个美好人生，是是，所以我一直觉得有一些女生真的很奇怪、要做什么还要东西啊，我老公又不赞成、或什么又怎样，你要不要把握你的人生啊、然后你不要说自己想要做又没做，结果人生走到了70岁，连一分钟好像听说死前可以放电影，对不对？连一分钟都没放完，自己就觉得说，哎呦，真的无趣，还看到空白的影片，然后你就挂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告诉自己，你不需要向很伟大看齐，但是你想要做的事情，你可不可以去做一件事，就说先开始做一件我本来不会去做的事，甚至换一条比较远的路走回家也可以、你要尝试第一步第二步、然后你在延迟中避开但是可是、万一你可不可以说只是，那你可不可以说我真的想要，如果你敢对自己这样说出来、我相信其实你没有心魔、何况你知道我们正惨，我们不年轻了、那有些人很年轻，其实当你年轻又一无所有，本来就没钱，请问你怕什么损失？所以你更加是拥有了全世界、你是怎么样来累积你这么惊人的财富的？对，你们真的不清楚到底我有多少钱。你开始的第一个职业一样嘛，跟那个林耀老师一样，你选择是写作，当时你是刻意想成为一个作家吗？因为我没有办法不选择写作，我觉得我是被选择的、虽然就算我注定是个三流作家也没关系，我就是喜欢写，本来是一流畅销作家， 对， 對，无所谓，一流畅销作家可能是世界三流作家，这个我都很看破了啦，但是呢我就是要写啊，你看现在这个书卖这么不好我都还在写，难道是为了赚钱吗？没有，你不需要靠书赚钱嘛，对对，已经看破了啊，对啊，所以有一次我去理财演讲的时候，我买了100本送给我的听众我说真的哈，我以前也常常被骗钱，因为我以前有一个文青的毛病，就是钱不是掌握在我手里，我常常觉得这个人比我会理财，然后就交给他，后来发现说谁都不可靠，所以我当时去念台大 EMBA 有一个错误的想法，是我是去学理财的，我选的商学组，就后来才发现说，哎、，EMBA 不教理财，可是我跟财经组的同学很好，对，我财经组，对，我就去慢慢的去研究，所以后来我们那个财经组同学说，我觉得你的脑子应该来我们那个财务金融才对，因为我后来发现，的确我已经毕业12年了，我发现财经组的同学理财都失败了哈。你在讲谁？但是我完全遵循着一个坡道跟理论，也就是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做电视嘛，还有在写书嘛，其实能够花的钱老实说有限哈、那用掉的其实旅行我也照样，南极是我跟他去的嘛，对，我们两个我一样都是去飞得很爽的，就是那种，可是我后来发现人还是会到了某个中年，那我不是那种喜欢退休金的人，可是我喜欢雪球理论，如果你的理财，我只讲这句话，我的精髓很简单，好，鸡生蛋，蛋生鸡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子。那蛋打破了怎么办？蛋，你如果有很多鸡，
十个蛋，但如果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十个蛋里面可能会有八个也孵得出来。还有有些地方叫养猪，就是养套杀。那我可不可以更简单啊？我就努力的去巴结一个像你这样的朋友，我就京都可以住你免费的房子一个月。是啊、我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捷径方法。我都感觉他60岁以后，刚刚讲那个理论是要坐在我京都的房子在那里看电视，然后跟他说，不然你在那边跑马拉松。对，我在京都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断炊了，你送饭过来吧。我就在整天在跑马拉松，来送了，来送了。而且我告诉你哈，我还真的，万一你们以后哈孤独。途中的，你就知道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相信我会养你？会。你看，他们这些人就这么差，连吴若权都相信我会养他。会会会。大家不要再错怪他，一直赚钱是为他养好多好多人。因为他觉得我不忍心不养专线在这里哈，但是也只能不要想抚养专线。吴若权是牛排啊，名额就可以了。还有几个名额，没有你写城市了，你还。你还有机会交男朋友，我泼到，我还有泼到。你会做这么多不同的生意。难道赚钱是你的一个乐趣吗？赚钱的确是很有趣，在一个商业社会，如果你赚不到钱，代表你某方面的失败。我就赚不到钱。你赚得到钱啊，你有名誉啊。虽然跟他拿书卷奖是一样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是是，也算自我挑战。我其实我的自由挑战常常 for nothing， 就好像我跑去上海念书的时候，一刚开始我们那个同学，他是在那种资讯公司，你知道那都很骄傲的华尔街的那种资讯公司。他一来看到说台湾作家，说哎，我小时候读过。然后接着他就问我说，请问你是考进来的吗？我那时候眼睛已经挑战他了，后来我就变成一个 A 主义者，然后最后呢我就把一堆 A 秀给他看，寄给他。他说戴茹姐，我知道错了，这辈子我都会请你吃饭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就是要他这句话。当初去日本买房地产的时候，我记得蛮早之前的，其实我只要逻辑正确，我都不怕别人说不 对，我记得是2009年的年底，2009年，10年前，是2011年的时候，那时候还引起蛮多人讨论的。对，我还、我还因为我其实不想要公开，只是因为那时候我一个日本的中介朋友，他想要做生意，他就说我是他的客户，这也是真的。那后来。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是饱受嘲笑，大家觉得说日本什么，反正你现在看到什么新闻，我可以跟你证明都是假的。但是日本大概最后也只会剩下几个城市，比如说现在中国大陆同学还跟我说啊，我也有投资哎，我说你投资哪里？他说北海道，我说哦，那不叫投资，然后我就走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人口老龄化最后只会剩下几个城市，比如说东京、大阪、京都，好，顶多到福冈。那其实我老实说。日本在人口红利走到1996年是已经死亡交叉，就是老的人比新生儿比年轻人多了。台湾是2015年大概也走到这样，所以将来的20年，你从日本的曲线看得很清楚，房子会跌价，土地也会跌价。然后如果你的经济再不加强，一个地方只要我的逻辑很清楚，只要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让你赚到钱。这个地方的地价跟房价就是完蛋的，你觉得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东京没有跌很多，也多了啦。可是其他的地方，你知道像那种那个什么别墅啊，千景泽，本来一栋在96年1亿日元的别墅，在我09年到的时候，有的200万要让给我，我没买。哎呦，为什么？千景泽那么好的，因为它的变动成本很高，1亿到200万、就是。对，但你不要买哦。我曾经差点买下什么？我之前老实告诉你，因为我没买，我才能告诉你。Okay. 我差点买下一个世界的三大夜，不知道几大夜景，日本三大夜景，韩馆，韩馆山饭店。他当时拿来给我的时候，大概，拿来他拿给我的时候。那个，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快走投无路，而且是在大地震震灾之后，根本没有人在东京买房地产，现在到处都是。那韩馆山饭店有200多个房间，哇！他拿来找我，他就说这个东西吴小姐只要1亿，然后我1亿日币啊，一个饭店啊。台币啦，你现在不要问我日币台币，反正台差就是1亿啦，对对对，反正就超1亿美金啦，对，没有不到1亿，不会是，反正我现在讲的我不能讲太清楚，反正不是1亿，大家自己听懂哦。但是200多个房间用这个价格算是非常便宜呀，对。然后后来你知道还好有念商学院，然后而且这个饭店还在经营，
然后也有人就经营者要退出，那 owner 可能你知道日本因为遗产税贵，所以要告老还乡，他希望我接手这个资产，然后已经有人要来租了，然后就跟他说啊，吴小姐那个8%是办不到啦，但是如果5%什么可以了。我想了3天呢，因为我实在你知道人有时候还是爱慕虚荣，世界十大夜景的饭店无敌夜景在对面，而且又有人租，后来我拒绝了这个 case。 你知道为什么要拒绝吗？因为在日本的租赁法里面，如果这间饭店需要所有的修缮，全部都是资方负责。你的你就算一年假设1亿5%，对不对？你一年拿个这个1000，假设你一年收1亿5%是多少？1500万台币好了哈。你拿到这些钱不够你的修缮费用，而且他会一直一直烦你。后来我不知道那间饭店到谁手，但是我觉得拒绝他是对的。可是在331大地震的时候，我当场我的律师在日本，还好那次我没去，说真的他在签一个房子嘛。后来这个故事哈会被某一位旅日作家拿到那个财经杂志笑我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那间房子很赚钱，所以人要守信用。那是就311那天 你错过的那一间，他其实很赚钱。不是，我有买到，3311，我只能讲这一间哈，其他都我家。好，311地震那一天，我的律师在那边签一间房子，在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他在哪里。然后当天我在台湾，我本来是要自己去，后来我有事没去。然后那个律师就用发抖的日文跟我说，我们现在国家出事了，地震了，然后你可以今天我们可以毁约，我们不要签了吧。然后你知道那时候吗？你知道我宜兰人吗？然后我就大笑两声说，哈哈，我们宜兰人地震是我的摇篮曲，你们在日本怎么这么孬种，签啊。哎呦哇，结果我就签了，你知道后来我打开电视才发现，哇，地震，但是已经签了呀但是那张房子本来就有租赁。难怪日本那么感念我们台湾，对，一部分是你的贡献。我跟你讲，这故事在日本人文化圈不断的流传。那3个月内，我跟你保证，只有我的案件是成交。我买了 一小栋店面在浅草。现在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后来那个你知道好心有好报，我是因为不得已而讲的信用。可是你可以知道，这间被那个旅日作家笑说买那个店面以后会亏本的房子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们回本喽，我们公司回本喽。其实是获利的。所以我就说，一人要讲信用，二只要遵守你的逻辑，不管任何天灾地变，不要影响你的决心。所以我非常讨厌人家寄一个给我说某财经专家说这个有危险或什么，我说我不要看，除非他跟我说他在这个地方他已经赚到钱。你不觉得很多人根本在股票没赚到钱，拼命说股票，在房地产没赚到钱还在讲房地产，这世界发生什么事啊？专家分很多种啊，有一种是专门骗人家，不是说别人啊。我已经很诚恳的讲了。后来你又开始看越南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是很非常佩服你，因为那时候你在讲越南的时候，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，但是你很有行动力。好几次的时候我问戴茹姐的时候，她就说她现在要去越南，你就去了，而且你真的是有斩获。越南人其实他也是儒家文化，就是他是一个家庭核心很强，人民勤奋，只是他们运气真的不好。整个胡志明市平均年龄就27岁，很年轻。你觉得现在能够怎样？大家都在成家嘛，跟台湾的那个20几年前很像。他们人口红利如果要到凋零，恐怕要到2040几年、50年以后。这就是新兴国家的一个魅力。他是买房子，那时候我是去 越南的股市，我也是那时候去采访，然后采访的时候那时候很有感觉，我要做个 stand 嘛，然后 stand 要做，这边人很多，什么下班时间，我做了半个小时，气得半死，都没有办法做一个 stand， 因为下班时间人太多了，我不断被人群淹没。讲一半，那摄影说你头探出来，他说没有办法啊，是一堆机车小号车一直穿过。可是那一次回去我就很有感觉，这里的国家人口真是多，就是年轻的劳动人口。他回去，我们资本有限嘛，就买买股票，他就买买房子。其实，在越南我觉得你一个人如果你常常做商业旅行，你是要有一些直觉，像他说的一样。比如说每次我怕到越南，我也很怕，我一出门我都觉得那车快要撞死我，有没有？过马路的时候，我有时候还走在那里，然后外国人还跟我说 ，Come come here, come with me， 就是因为我不敢过马路，然后那车常常就到你面前，咻就刹了下来。但是走在马路上，还有车可能
常常可以把你撞死的国家，就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国家。我这样跟那个深圳的朋友讲，跟北京的朋友讲，说对对对，我们以前也是这样。你年轻时，台湾也是这样、啊。没错没错。当一切有秩序的时候，就表示。它是一个老年化的社会，这是人力无能回天运。当然，我对台湾深具信心。哦，谢谢。你听说现在看好还有缅甸啊？对，我觉得缅甸，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哈，你看 GDP 哈，你看我都一直往上讲，因为她是我商学院的学妹。GDP 只要超过3000块。这个国家3000到10000是一个这个国家的房地产的起飞期、哦、啊，这些时候都是猪哦、嗯，那鸡就是那种日本早已经破了3-4万，那个人均超过3000呐、啊，是啊，哦、那人均超过3000，其实金边那种才1000多的，也是涨得乱七八糟。这个就是我要跟你说的，金边的房地产很多就是外国人去买的，比如金边房地产我调查过，80%外国人购买；胡志明的房地产我调查过，80%本地人购买，这才有接盘的味道。对，还有1000多的缅甸是什么意思？第一个，我非常喜欢缅甸，因为我很喜欢珠宝，我以前是做这个的啊、对，所以我对这个国家感兴趣。第二。我认为他的回不去，就是他的经济非发展不可。然后越南已经狂涨了，其实缅甸现在还1000多，只是你资金要放很久。你放到他3000的那一刹那，你就知道为什么呢？因为上海，中国的 GDP 在3000的时候，你猜在什么？2006年。如果你那时候在上海买个房子，现在翻10倍都有可能。真的，真的。可是外国人去那边买容易吗？缅甸？容易哈。脱手呢？只能买全新的房子。我没有想到脱手，我已经说那个资金要放很久。OK， 就是你要闭着眼睛放着，利率可能也很高，要全额买、租金很高，租金大概假设100万的房子，一年大概可以收到9万块钱，目前九年大概10年会回本。浩也爱看房子，然后去缅甸看一下。下次可以跟吗？购物团已经开始要成型了。赔钱我不负责、哦，没关系。而且我很怕的，就是他这个也没在怕，这个也很会赚的。我说我很怕别人带衰我。他怕，他怕，他怕你，好不好？